其实也没有特别去锁定哪一队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每一场的节奏都差不多是这样啊，结果会有好不好，就可能刚好对到他们，结果都是好的这样。就是给我一些配球上面的观念嘛，对，什么时候该丢什么球，他会投手将会给我一些观念，对啊，进垒角度跟一些体能上面的都有在加强，下盘，对，重量训练的。对，一角度打进场内，投手秋前转身传向一垒，哇，被三振。因为其实近期我们的牛棚就是用的比较频繁，对，啊，先发投手的责任就是尽量把局数拉长啊，不管结果好与不好，就是希望能多吃一点局数，对啊。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丢到六局、五局、六局、七局，甚至丢完。目标就是健康，健康打完一整季比较重要，对啊。